Australia 莲花是凡问：顶礼师尊，弟子请教，在具备什么条件下会得到空行母的受记？具备什么条件下会得到空行母的受记？我们等一下讲《维摩诘经》，会谈到受记，会谈到受记，刚刚好要讲到受记的事情。讲《维摩诘经》的时候，等一下就会谈到受记的问题。这个《维摩诘》讲的受记，跟你现在所问的不太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你问具备什么条件，我的回答是条件具足的时候你条件都具足了，当然空行母就会给你受记。他问空行母受记，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。